咱四个厂哪会出一个劈腿渣女啊？我对伊真正感觉就气死。林刚这个劈腿渣女的模啊，特别娃娃滴啊。我跟尤世杰已经讲好合作的细节，也唔过伊敢那愿意跟新闻合作。卖过你我面头前，我这么声声鼓鼓你爱压底层啦！我即马就是还上线你们大兄，你给我反背啦！我。你走，等住！你今日哦，嘛把阮当回事了，我等规间店拢甲毙掉啊！这人哪会甲碧玉阿姨红色写作一模一样？咱信华你跟少年集团签好合作意向书，我你全款负责，这个合作案。你也无经验吗？你敢真正担起这么大责任？多谢当初对我的信任，我一定袂辜负你对我的期待。离开庙啊，还阁会当看到你，深深为受过思量，才有放假。今仔你回来，都安尼陪在我的身躯边，我应该会知足。各位老板仔啊，好事。这是真的，阿金辉，还要跟我来没关系。